OK，我刚刚修正过了一些东西，现在在测试。那就是像这样子，刚刚的堆叠出了问题，所以现在已经完成了测试修正，所以没问题的。像这个99999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，哎，嘿，嘿，啊打。发现新问题了，咱每次测试就应该不是吧？嘿，这样，刚刚是不能堆叠回去吗？或者像这样子，堆回去了，现在是堆回去，可是刚刚又发现一个问题。不见了，他在同一格放下的时候被取消掉了。对，他在同一格放下的时候，同一格点击就不见了。所以应该要禁止同格点击。或者同格点击的时候是左右互，内容互换。对，OK，又新要改了。哇，哇，同格点击在哪里啊？在这里，同格点击。哎呦，因为3号搬移是比较麻烦、比较复杂的搬移方式啊，所以就有点问题了。不然就直接禁止吧，3号搬移是比较复杂的，3号搬移法，哎呦，if 20等于3，你的 c，哎呀。如果是这个的话呢，要抓，就这个条，就跟我前面写的一样。先储存起来，储存滑鼠数据，储存滑鼠数据，然后将滑鼠数据储存格子数据，然后格子数据储存格子的数据，把刚刚储存数据塞进去，OK。然后刷新格子，这应该没问题了。储存滑鼠数据，自己做个记录，这样才不会之后看不懂自己在写啥。这里是格子数据。然后这也是，OK，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。这3号格的是键，其他格就是直接刷新啊，其他格就没这问题。OK，来试试看。刚刚解决的问题是那个3号拿取的时候，同一格堆叠会造成的奇怪现象。
来看看是不是就完成了呢？进度档，哦，读错档了。啊，也是可以啊，这包包一堆东西。好，那就啊，只有一哦。这，我可以拿到了，嘿嘿，对，进去了。OK， 嗯，很好，没问题了，不会再互相混淆了。当然，那个像这样子吧，右键拿取塞回去，就这样子，没啥反应。然后这个左键拿取再塞回去，对，这是没反应的部分，是三号堆叠才需要反应。三号堆叠就是要这样左右替换，左右替换，左右替换，替换个不停。OK， 这样子物品栏的问题应该是全数解决了。三号堆叠有个限制，就是你没办法放过来啊。那三号堆叠它在做这个运算太复杂了，所以就没做运算了。三号堆叠就不允许放到手上，你只能这样子，或者这样子，嗯，这是二号堆叠，三号堆叠不允许放手上的。之后虽然有点想做一键整理啦，就点一下会自动帮你排列好。不过感觉一键整理，又是一个难题啊，还是不要做好了。那你看这蘑菇不能堆叠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这蘑菇都是不同的效果，你自己吃看看是什么效果就不知道了，所以就不能堆叠。OK， 那就这样子，正式修改完毕。果然只要有拍影片，就一定会发现问题，真的是太开心了，不是吗？